今天一定是鬼叫。脸颊以上红了，脸颊以上红了。这么夸张哦！哇，他脸红了耶！辣很久。我觉得这一趴就算没吃到，看这个也很精彩。对，吃的会辣很久。我想要把最精彩的留到最后。吴秉辰，小胖。我那么多，没有来一匙。走一个侯孝贤风格吃到辣，比较内敛。你是吃到芥末了？对啊，他芥末才不会这么痛苦呢。你吃到你就吐。我不想这么说。我们家狗最近哦，身体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吃辣，所以我就许愿说，在短短的两天我不吃辣，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吃。所以你我可以不吃吗？你去勒索。刚刚的前面那个前言，我刚刚有一度感动了。肯定不喝酒也可以啊。詹姆斯别的秘密。对啊。今天一定是鬼叫。脸颊以上红了，脸颊以上红了。他脸红了耶，他脸颊一下刚刚有瞬间红了一下，不辣的吗？应该安全的感觉。吃以前我先讲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家也红了，你家也红了，怎么了？你都先讲，我不能先。我们的里长啊，就特别勤奋在我们的里民之间的这个情感的联系，是。算了。李长，随他去吧。哎呦，这个哎，筋那个脸上的筋浮出来了。那个制作人先不要跑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做的没关系，味道有很多种，你的耳朵应该是眼对眼的耳朵，哇，他的耳朵红了耶，他耳朵变红色的，耳朵不可能吧。吴师傅，你是忘记你还在演啊？你现在好轻松啊！好笑。哎，讨论啊，开始讨论啊，好像没什么悬念。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，觉得这个是非常精彩的美景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你来决定。你比较了解他们啊？对。你们也太没有主见了吧？但我会觉得说，吴秉辰师傅干净的太可疑，但也许这两个人一个红脸，一个红耳朵。如果以他们两个来判断的话，詹姆士比较常吃辣，嗯，对啊，对，然后吴师傅他可以吃，但没有那么常，中间是那个是完全不行，所以中间一定有吃到嘛？对，他说他咳成这个样子，如果没吃到，他嘴巴现在都变粉红色了，他耳朵刚刚直接冲上去，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他嘴怎么红耳朵，他嘴唇变粉红色的耶，我又不是尸体。你要讲嘴唇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詹姆士的嘴唇也是红的。吴师傅或詹姆士其中一个。对啦，那我觉得吴师傅吧。我也会猜吴师傅，只是怕太明显。大胖，你怎么退那么快？脸可疑耶。哦，没有，很辣哎。吴秉辰师傅，吴秉辰，学历高哎，去了。走了，吴秉辰，我都出来了，辣出来对。抓到了对不对？每次都是每次好吃的肉酱啊。没有，好饼开始变脸了。很好吃，肉酱很好吃，来，我们吃那个吧。
科学吗？科学吗？什么东西？不辣，不辣的。不错哦，你。下一位，该不会是大胖吧？大胖，你这样子不行啦、啊。你怎么弄的？把嘴巴弄红色？这名字改一下好不好？你大胖大胖的叫我很讨厌，臭大胖。不可能吧，陈哥？好吃啊，对吧？耶！你是超厉害的，还会演吗？大家一定要去看《摘星米其林》，这个就知道证明这演得很好，演得很好。我刚讲过去那个眼神哦。你怎么忍得住啊？忍不住啊！我耳朵红啊！我刚才都看到祖先了。不要再送詹姆士去演舞台剧了，他的演技越来越好。